说不出是都市还是乡村，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昼，有没有一面能看清自己的镜子，有没有一个能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弄不懂是快乐还是忧伤，想不清该疯狂还是温柔，有没有一双能挽住明天的手臂，有没有一杯能告别昨夜的春酒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时候才是你梦的尽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地方才能听我爱的笑着，乡村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昼，有没有一面能看清自己的镜子，有没有一个能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弄不懂是快乐还是忧伤，想不清该疯狂还是温柔，有没有一双能挽住明天的手臂，有没有一杯能告别昨夜的春酒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时候才是你梦的尽头，什么地方才能听我爱的笑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时候才是你梦的尽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地方才能听我爱的笑容，喂，是我，伟光。昨天夜里有个应酬，一直到现在。不，我不回去，直接去公司。我也没办法，事情太多了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
梅老板，您好早啊。啊。谁？谁在这儿？是我。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新来的清洁工。梅总裁，我现在可以给您打扫房间吗？算了吧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小文。以后别这样轻手轻脚的，怪吓人的。是。喂，天伦。梅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啊、哦，我的天哪，离开还不到一个小时。梅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真的爱你，天伦。我觉得很幸福。我也是，令人难忘的一夜。不过，梅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回家了吗？我在公司，我还是没有回家。我不能这样回去见他。要不，把这一切跟他说清楚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别干傻事，你这样会把家毁了的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早就该这样了。梅，梅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。梅，喂，你听见我说话吗？梅，喂，喂。扎他那边声音，弹的还不错吧？多亏你。总裁怎么到现在没来啊？也是应该的。说好八点半的，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。他一贯是准时的，不会吧？清扫工明明看见他进来的嘛。是吗？那奇怪了。不会吧？怎么回事？啊，诸位，你们久等了，总裁一定被什么事情给耽误了。请大家再等一下啊。好。李秘书，开会的人到齐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好，我就来。实在对不起，耽误大家了。正好有几份文件要看。好了，现在开会吧。梅总，柯总还没有到。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有关融资决策的问题，他不到没法展开讨论。您看，是不是再等一等柯总？柯总可能一时还赶不到，我们还是先讨论其他问题吧。穆经理啊，关于你们和香港的那个项目进展怎么样了？
我们和香港启德集团已经签了意向书，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分析，最后谈判将尽快进行。可行性分析很重要，是由谁负责这份报告的？我的副手彭生，他是一个管理专家，这方面的能力很强。刘经理，你们的工程进展怎么样了？工程进度很快，就是资金跟不上。如果柯总的那笔资金能按时到位的话，年底竣工不成问题。我以为你赶不回来呢。好，下面我们讨论有关融资问题。啊，先生们，小姐们，彭经理，彭经理，有事吗？嗯，外面有人找您。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吗？告诉他我概不会客。小文，你怎么早说呢？你又没让我说。来，丽丽，来，你稍等会儿啊，三分钟就好。嗯。哎，你看这儿，这件事情你们两个部门一定要配合默契。梅总裁，一会儿有个数据你来看一下。好的。梅总裁，请过目。好的，我看一下再说。材料你再看一下。好，我知道。二总裁，您看这份表格，这样写可以吗？哎呀，这件事情你们要抓紧时间。好的，听见没有？一定。啊，穆经理，哎，你们和启德公司的谈判这个星期一定要进行，否则要贻误时机的。梅总放心。好的，我一定抓紧时间办。今天打算去哪儿？怎么，还不想回家吗？不，不回家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跟着你呗。你呀。你安排节目啊，我不管。你劲儿，来吧你。哎，李亮先生、小姐，里边请。今天我请客吧，啊？哇，酒池排档啊！哎呀，你来吧，来，去。哎，老板。哎，哟，二位来了。来了。哎，喝点什么？哎，老样子。好嘞。来，丽丽，为咱们的胜利干杯。什么胜利啊？你猜猜看嘛。不忙，人家猜不出来嘛。哎呀，来，你过来呀、啊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公司啊，为咱们解决了一套房子。啊！哇！
来，干。干。哎，你们老板真好，对你这么好啊。也许吧。知道吗？这可都是卖命挣来的，你要是不小心伺候啊，没准儿就把你一脚踢出大门去。你们老板是个女的吧？嗯。听说长得还挺漂亮的。我们老板长得漂亮不漂亮，关我这高级打工仔什么事儿？没准儿啊，人家对你感兴趣了呢。啪，丽丽啊，这啤酒里有什么味儿啊？哎呀，我早说了，大排档里假货多嘛！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哎、你过来一下，你慢用啊。哎，小姐，有什么吩咐吗？你看这酒怎么搞的？有味道吗？有味道，嗯，不会吧？嗯，老板，没你什么事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丽丽，你知道这什么味儿啊？什么味儿啊？醋味啊。醋味儿。讨厌！不，好了好了，真讨厌！好，我给你倒酒，倒酒来，来干，来。天伦，我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亲爱的，你该回家了。我不。天华，回去吧。走就走。你干嘛老想让我走？你说呀。你得考虑刘伟光会怎么想。那你也得考虑我会怎么想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只好随你的便。好，我走。不用你管。天伦，我不想再瞒他了。大痴，你在想什么？哎，你说话呀！我们结婚吧。开玩笑！我从来不开这样的玩笑。
梅小姐，您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了。拖鞋在这儿。哦，好的。我给你们公司打电话说你早下班了，可是到现在才回来，真有点不放心。吃点水果。伟光，我不想吃，喝杯茶吧。我就是不放心你开车，现在外面交通事故太多了。医院里组织新马泰十日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当然，你如果没兴趣，我就更没兴趣了。我看你还是出去散散心吧。我。你不想问我点什么？什么？比如，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觉得怎么样啊。你没觉得这间屋子有点死气沉沉的吗？死气沉沉？还好嘛，恐怕家庭生活都是这样的。你不觉得你我之间，包括这间房子，似乎都缺少一种活力，一种新鲜感吗？是吗？伟光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吧。谈吧。
咱们好长时间没怎么一本正经的谈过。我爱上了另一个人。听见没有？我爱上了另一个人。你说过，你只爱我一个。嗯。你说过，你不会再爱别人。那你把这句话收回去。可已经晚了。那么，你不再爱我了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阿云，赶快停止吧，啊，听我的。这种事发展下去不可收拾，可来不及了。你和他已经……卫国，你别这样，我……好，就这样。喂，这份文件我看过了。哦，请等一下，再说一遍，我记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记住了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喂，王董事长，这种事情你不要来找我。是的，跟我的秘书谈就可以了。好。喂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嗯，好的，明天下午我请你喝茶。哪有的事啊？没有没有，请一定到，一定到。好，再见。喂。哦，你好。
这种事嘛，大家都让让步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。李秘书，半小时之内不要让任何电话打进来。好的。香港启德集团的谈判代表明天下午过境谈判，我们的文件和方案要再议一下。另外，可行性报告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完成了，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报告。总裁，我建议是否让他也参加这个谈判小组，您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你说那个他叫什么？彭大池，此人潜力很大。彭大池，我见过他吗？等我有时间让他上我这儿来一趟。好吧，你先去准备吧。是。天伦，我全告诉他了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他爱我，他说他接受我的裁决，他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进来。梅总。啊，柯总，这是谈判资料。啊，放那儿吧。哎，啊，还有，你先去吧。去，这会儿打扫卫生。丽丽，快起来，来。丽丽，快起来，赶不上火车了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丽丽，快醒醒醒醒啊！哎，小懒虫！哎，见彭大池了没有？没有啊。见彭大池了没有？没有。哎，你见彭大池了没有？没有。跑哪儿去了，穆经理？哎，哎呀，老弟，你可真会挑日子，赶紧跟他联系，让他立即回公司。哎哎，多call几遍啊。小妹妹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。
我俩的情，我俩的爱。太过分了，这么大的事情说不来就不来，他凭什么？这种事情他耽误得起吗？你还有你还力荐他来，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我找。总裁，他们来了。总裁，总裁，这边请。请，请吧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你好。请，请吧。大池，怎么了？让我先上。哎呀，我有急事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你真是大池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嘛？这次谈判失败，责任是明显的。至于那个彭大池，他严重失职，显然不合适在公司继续工作，请人事部门按规定处理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干什么呢？你是谁啊？这是我的办公室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是穆经理刚刚分配的。小鹏，这是公司的辞退令。至于为什么，想必你也明白。这么说，这份报告没用了？谈判告吹，你就留作纪念吧。
别这么盯着我。谢谢你送给我的喜糖。喜糖？算了吧，别提什么喜糖不喜糖的了。小文，我要走了。你就不能跟梅总求个情？求情？深圳人是从来不求情的。再说，跟那个臭娘们求情？梅总不是臭娘们。好好好好，不是。你真想让我去求情吗？那我帮你去跟梅总说说看，我想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还是算了吧，还是小心保住自己的饭碗吧。我走了。小文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感谢你。小文，再见。是你我